大家好，我是龙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真龙结穴的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整条龙脉的话是很不错的，龙脉从开头到结穴的地方有一个大的回转，那么说明这是一条有情的龙脉。我们再看一下四周这些腹砂，腹砂的话是很漂亮的，大部分呢都是一些金型砂，所以也说明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主富贵的地方。我们拉近看一下，整个山脉的话都是很磊落很漂亮的。为了更好的寻龙变脉了，古人就总结了一首诗，叫做大律行龙自有真，新风磊落是龙生，高山虚任新风起，平地龙行别有名，风以心明取其内，心诚下照山诚行。我们看一下穴场内部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把图片放正，看一下它左右开张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结穴的这一个，它左右的开张包裹的是很好的，然后龙脉分支下来，在下面呢又进行了左右开张，所以呢这是一穴开两花的格局。我们看上面这个穴，它像不像一个帐篷，中间凸起来这一块的话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能给它呼形呼像，叫做将军出帐。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青龙转案的格局了。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一下这一脉开两支的风水格局的一个具体的样子。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喜欢视频的朋友麻烦点一下订阅关注，再见。